对，我们是 Vage， 然后我是主唱史旺，然后这边是钢琴手浩廷，这个是大提琴手玉芝，然后这边是吉他手点点。我们先开始第一首歌好了，第一首歌叫《长出翅膀》。出一双翅膀，就是他想要飞，就是不管第一个、第二个是什么，第三个永远都是，就是他想要飞。然后这个灵感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很天真的小女孩，然后相信她许的愿望都会成真。所以虽然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可以献给很多你的童年有一些梦想、有一些愿望想要实现，可是。虽然有一点，有时候觉得不可能，可是你还是一直会想要抓住任何机会，找到任何生活中的缝隙去实现它的人。